一开始做小店，现在我主要做的是大规模的、大型的。我准备你看我这灯，俺们村里叔做的这个超大灯比较大。 This great big story is inspired by Genesis. I am Bai Junping. Now I do big灯. Our village is mainly do big灯. This Tuntou village mainly do big灯. For many years, this is inherited cultural heritage. The whole village does big 现在我做灯笼做到40多年了，现在我们做着钢丝的，做着铁做的，下了料之后，裹了圈儿，裹圈儿，提那个上架子，焊上杆子上架子，开始下料，那个还比较慢，开始下料你得计算尺寸，要烙多大的直径，计算好了以后再做，反正那个还慢一点，大的。 得最起码得3天的时间。这个是。总体来说吧，大小做下来，一年能做到几万个。现在我们做这灯是祖国各地哪儿都有，南方、北方、北京这边、天津这边，这广州这边，都再做到个10几米了、20几米了。将来以后，这我叫小孩们，他们看到了。 我准备叫他们接受我这点手艺。